Hello， 欢迎收看《阿都主义慢生活》，拿主意，我是雪，我是阿斯。好的，我们两个人都是算是七八年级生，对对，七八年级生。这20年来，其实有很多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一个消失，像是语音、看书藤，还有一些即时通啊、MSN 之类的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，在我们生活中曾经很红、轰轰轰烈烈的人，还有消失的，例如前任。哎，那我们今天有邀请一位就是来宾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回忆杀，我觉得他是有点偏紫色的回忆。让我们欢迎阿布玛利亚，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布玛利亚，我们开始吗？开始吗？所以说，你对紫色有什么样的回忆？日本字叫三省堂国语词，它好像就是会新增跟删除一些词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从那个阿贝的角度来看一下，哪一些真是时代的眼泪。阿布是可以讲是几年级生的吗？1995年。谢谢。好，我们第一个要聊的字叫做黑辣妹。Pelu 就是辣妹，所以我是 Pelu。对，你是辣妹。我不可以说 Galu des。Galu 对。哦。Galu des。Galu des。我家的就是小辣妹，可是这个时代的话，会用那个去晒太阳，然后皮肤变黑。可他这边讲的是不是那个109辣妹，在许不亚那种？现在还有吗？还有，但还有许不亚还有。还有。我家的，但之前的话，大家比较喜欢口红，夸张的。对对对对，我皮肤很黑。我画白色嘴唇。对对对对对。可是现在不太会讲，现在的辣妹就是像我这样。哦，是讲自己的。以前的 Kalu， 伊玛 Kalu， 比较要比较。所以你有看过吗？小时候在许不亚的。小时候就吓到了。有到那么恐怖？好多都是他们真的画的比我现在还黑哟。那你之前也是这样子，小朋友看觉得这是鬼吗？哦，像巫婆。巫婆吓一跳。因为现在好像目前已经没有这样打扮，所以这个口加口加这个字就被删掉，被删掉，好特别。所以明在字典里面东西要把它删掉，是不是太少用了？那我很多中文字典可以都删掉了耶。对对啊，哈，打字这个呢就是来电，来电神声，我是来电打铃，日文叫做呼噜达，来电打铃是打过来打铃，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，我就知道你要讲来电打铃。骗你的啦，不是。来电打铃。对对对。好嘞。接着就说来电打铃的。来电打铃的。你。来电打铃的。其实这个卡酷达就是我们折叠手机的那个时代，可是后来变成 smartphone 之后没有。你以前在用这样的手机的时候，你还记得你是用什么那个吗？我那时候是用泛浪兄弟的。什么？那种吗？宣传这个我们两个吃的。他最喜欢那个阿西亚，是不是？我也是。那个是什么？你阿布呢？呼呼哇哇哇哇哇！我终于可以参与了。我很喜欢堂本兄弟 ，KinKids， 对 KinKids， 对 KinKids， 我喜欢刚一吗？啊，对，就是大家喜欢花美男，应该是喜欢严肃派，严肃，有专门的词汇吗？例如说花美男 ，Ikeman， 哦 Ikeman， 啊就是这种的吗？也是 Ikeman， 也是篮球，马球，篮球，好像是我们分很像欢乐兄弟类型，或者是杰尼斯类型。啊，你是哪一个类型？我喜欢花样兄弟类型。哦，对。那你会很羡慕林志玲吗？我妈妈最羡慕。啊，我怎么会聊到这里了？哎，就像巧克力，日本人已经不会用了吗？不会，现在也有，但我像我的话，不知道怎么设定。而且你们以前那个日本人一定要用那个折叠手机，对啊，然后手机可能这么大只，但是吊饰这么大。对。对，就是滨崎步，阿斯曼也很喜欢那个尾巴。啊，对对对对，那个，而且日本人是不是接电话就会这样子？我休息。台湾人不是吗？我们会说干嘛？喂，对对，就好朋友也是讲过休息。因为像我的话，如果是好朋友的话，我就说怎样了？那么凶？对，或者他打电话就说我的朋友那么干净。对了吗？你不说干。
要不然你试一次嘛，就说喂怎样这样子。喂怎样？哎，不够凶。不够要怎样？这样。哦，有哎，刚刚有台湾的感觉。学经纪人，手机邮件呢？在那边也觉得很少用。你们好像是全亚洲第一个会用手机传 mail， 真的？好像是，对，很流行。那时候流行到我们每个人都是 mail 下面很长自己的这样。哦，像签名档一样。对，我那时候是很喜欢一个信封，那时候就写爱心。聊天的内容可能是妈妈今晚吃什么，然后下面是我爱西罗，对，超大这样。后来你有换掉吗？后来就是换那句。那时候喜欢阿基拉，真的是母女都喜欢同一款。对呀、啊，所以爸爸也是阿基拉那一型的吗？对，啊，真的、喔，这么好。爸爸就是很高，186公分，但是阿布狂的很帅呢，对，难怪你那么 k i l 是吗？嗯。真的，对，本人真的跟影片一样漂亮，真的很美，真的一样。对，很帅，帅。No no no， 为什么卡哇伊卡哇伊啊？对哦，卡哇伊。卡哇伊卡哇伊。所以 Melu 现在你们也很少在用 ，Line 就是传 Line。对，那你先。啊，你一开始来台湾会不喜欢，就是说没有 Line 吗 ？Line 很新，但微信。啊啊，其他的 App。嗯，你要跟他讲说是念微信，是中国人的这个腔调。对，微信，您有微信吗？微信。像我们台湾人很喜欢用，嗯，这样。我一开始超不习惯，你觉得很没有礼貌？我是不是在生气？哦。可是那如果你们在日文里面，你要怎么就说啊？我了解。嗯，ゆっくり，还有ゆっくり，就一定有那个表情。对，emoji。日本人真的很有礼貌哎，就是觉得很麻烦。嗨，好，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是红外线通信，因为以前我们手机的时候，我就会这样子。怎么讲？紫外线通信。紫外线。红外线通讯。现在是 AirDrop。AirDrop。AirDrop。啊，再讲一次，再讲一次。AirDro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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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就是 air 是空气，对 ，AirDrop。AirDrop。对。那你们蓝牙怎么讲 ？Bluetooth。Bluetooth 会一直这样子耶 ？Bluetooth。可爱。阿里嘎多。然后再来下一个是 MD。好怀念哦。哦，你的年代还有？有。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大概20年前，20年前我在你出来了，他就是大概这样子蜡烛嘛，然后那个放在这样子，是，以前不是那个3.5磁铁吗？好像就是叫 MD， 没有那不一样 ，MD 不一样 ，MD 是再小一点的，再小，对，很像插卡式的，我没有经过耶，你没有经过吗？我先开。那你刚来台湾的时候，那你还是会不会不习惯说讲话很直接？嗯，一开始超不习惯，你们说听不到我说什么，说哈，这个时候哦，我一开始这对日本人很可怕哈。对，啊，日本人会怎么讲？那你哦，哦，一定要那你，因为我们会讲哈，这样很羞，而且我们还会说他什么了？对。那你现在也会这样了吗？对，越来越像台湾，还是友好。对，哎，怎么讲啊？日文。台日基友好。台日基友好。友好基。台日基友好。好，再来是电话卡。国小学生的时候就没有手机，有可能需要打给妈妈爸爸，所以我的电话卡是白色，然后写爸爸，然后电话号码妈妈。哦，可爱。那你几岁有手机的？国小二年级。小六。差不多。六年。小六吗？我国二才有哎。妈妈，你有看到吗？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我？哎。KTV 的歌本。哦 ，KTV 的歌本，对。什么
讲哥哥。刚刚怎么了？其实是因为我们后来就习惯用那个机器。啊，机器。对对，所以完全忘记那个的存在。哎，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，因为我知道那个日本朋友们在聚会的时候，他们都是每个人都要轮流唱一首。对。但是台湾就是一直在讲插播，然后是狂点某一个人的歌的感觉怎么样？所以我真的是惊讶，因为。我真的是惊讶，因为每个人都会一样的钱，所以一定要每一个人的流量，对不对？台湾完全不 care 哎，那个里面会有那种现在刚开始，所以先点海哥，金哥是等一下再点，那种感觉没有。我就看人哎，你们日本会吗？我们日本的话，一进去包厢，然后点金哥，然后再就是这样。哇塞！那你们的嗨歌有什么？刚刚那个就可以啊。对，可是对，但是对，跳起来唱。或者是有没有，就是我明明就点这几首歌，然后再唱，然后第二段开始变别人。好，对。对，有。而且明明是嗨来我要唱的，就被他唱走了。有，还唱口音。再来就是 BB Call。爸爸妈妈的时代，80年代的日剧。哦，宇宙田光吗？对。为什么要这样？我还在 KTV 呢。一开始跟台湾朋友去 KTV 的时候，大家以为那首歌是日本借款，然后帮我点。但那首歌很难唱。对呀、啊，很难唱耶。根本唱不像，超尴尬。啊，有被笑吗？笑吧。没关系，我们哈佛血池。对，我们最近出了单曲。对。当当。去年发行的第二张单曲《阿布奈》，就是恋爱心号。阿布奈是什么意思？阿布奈就是危险的意思。你这么靠近我，你有可能爱上我。哦。啊，那你模仿一下吧。可以。哎，等一下，阿布奈，啊，这个是哑巴。哑巴也是好吗？你要不要唱一小段？阿布奈，爱，阿布奈，爱。阿布奈，爱。阿布奈，爱。对。阿布奈，爱。危险，危险！不要靠近我，你会爱上我。好，大家多多去支持阿布玛利亚的新歌。对，阿布奈，下次再来玩。我是萱萱，我是阿拉斯，去听哦。爱，好，多多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点这个比那个宇多田光的还好，对了，也是，起码他会很开心。我的歌，我的歌，你点个宇多田光就给我干嘛？是这样吗？Dancer，下次再来玩。好，谢谢。